应该在小木屋。那个来放，这边冲过去给他一刀。我就点了铁屁股啊，我操。哎呦，这个闪现！
啊，输了输了半天，终于能赢一局了，扎心。这边应该是刷了两个人，高尔星的前锋有点烦啊。还这么多，我想个法子，一个左一个右。
应该有人呢。先知和前锋。亏啊，这一波。还没停息了，你们两个人秀啊，那我走了。救人！
那每天晚上打的局数太少了呀。这打七局，他只赢了三局，真惨了。看看别人打的怎么样。